战力极强，心思缜密，罪恶滔天。新中国第一悍匪白宝山案案件纪实：悍匪白宝山被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悍匪。 中国第一大案白宝山案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在当时被公安部列为1996年一号案，1997年中国十大案件之首，被国际刑警组织列为1997年世界第三要案。白宝山的凶名远达海外。白宝山于1996年3月至1997年8月，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八一式自动步枪、五四式手枪。 先后杀害军人和无辜群众十五人，击伤十五人，抢钱一百四十余万元，并在狱中先后杀害两人。在缉捕白宝山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北京市、河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多方军警协同作战，出动警力数万人次。白宝山于一九五八年出生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北京钢铁公司的职工。 三岁时，父亲早逝，母亲将他送到老家河北省徐水县，在十四岁回到北京生活，开始上小学一年级，自尊心自此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两年后辍学打工，直到一九八一年入狱前，白宝山是石景山区第一电炭厂的一名装卸工，在工厂期间，因为他不爱说话，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三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气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十五到二十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夜里他不睡觉。 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死。白宝山二十四岁的时候，与石景山第一电探厂女工谢玉敏结婚，第二年生下一对龙凤胎。家庭生活的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产生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蔫大胆性格、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他开始了盗窃，开始是小偷小摸。 渐渐发展到了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入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有泯灭。一九八三年，他因盗窃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四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 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了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人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棒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因抢劫罪被加判了有期徒刑十年。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然而，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了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 北新安的两间平房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又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最初几日，白宝山住在了母亲家——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 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于是他在大弟的陪同下来到了派出所，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儿白宝山，呈上了释放证和有关材料。片警接过材料，冷冷地说了句：“户口马上办，可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地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为为什么还还还要再再等半年？” 片警听着不舒服，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半年。”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在此之后，他一遍遍地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但事情果然像骗警所说的一样，被一次次地向后拖延。白宝山的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白宝山办理户口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十余起，杀害十五人。 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但距离注销他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白宝山出狱时曾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现在他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走第二条路，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并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他的目标。1996年3月31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 但他遇到了个好机会，执勤哨兵因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见此情景，白宝山马上从地上抄起一根粗铁棍，恶狠狠地打向哨兵。待哨兵晕过去后，白宝山迅速地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式步枪，打开大铁门上的侧小门，跑出电厂。抢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死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 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四月七日晚上，他又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开枪打伤了哨兵于启明，但他不知道哨兵挂着的是空枪套。 里面并没有装枪。四月八日深夜，白宝山雇了一辆黑面的，企图转移枪支，继续作案。当面的驶到石景山高科技园区石新大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时，突然遇上了防暴大队的巡逻车。白宝山见势不妙，跳车逃跑，并连开九枪，打伤了三名巡警。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 但他并没有放弃搞短枪的目标。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区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戴着短枪。四月二十二日凌晨，他再次行凶，打死了八一射击场哨兵赵长文，抢走了手枪、枪套和空弹夹。白宝山连续做了四案，打死哨兵一人，打伤军警人员六人。 这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大案，中央领导指示要北京市公安局尽快破案。北京警方立即成立了以张良基局长亲自挂帅的联合专案组，全局各警种各部门密切协作，投入了紧张的侦破工作。据对四零七案、四零八案、四二二案的现场勘查，警方确认歹徒有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 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因此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服役史或者接受过军事训练，有接受军用武器的经历，而且手段极其残忍。三次枪击使用的军事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与高井电厂被抢劫的枪支枪种相同，两处现场的子弹。 发射自同一支步枪，弹底标识均为七五杠八一。81, 从这点说明，歹徒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专家组在兵器部的帮助下，一批一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这批子弹生产于七十年代后期，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给给。 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了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专家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确定核查范围，同时。 通过语言专家对黑面的司机所提供的与歹徒对话情况的反复分析，专家们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因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 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是在三三七路汽车总站附近。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三三七路汽车总站周围五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并没有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就在警方紧锣密鼓的行动时，白宝山。 戛然而止，停止了北京的一切活动，他把目光转向了外地。白宝山回想起小时候在徐水老家的情景，他记得村子附近有一家兵工厂，以前制造过枪。他决定回老家看看。一九九六年七月，白宝山从北京木樨园长途汽车站乘车前往徐水。坐在疾驰的汽车上，白宝山回忆起监狱的生活。 一九九一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五年之后，白宝山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大约在一九九二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十岁的女儿的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苦。白宝山读完信后，痛哭了一场，发誓要让两个孩子过上好日子。 于是，白宝山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他知道要做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必须要有武器。白宝山的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 而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新疆的劳改监狱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种，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 右脚外速犯，他们有单独和外界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趁机买到步枪子弹、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他们藏匿起来。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械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室友。据这位室友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白宝山在监狱里这些准备工作是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一九九三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在狱中，最让白宝山感到解气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杀了两个平时老欺负他的恶人。一九九三年九月，与白宝山一起放牛的李宝玉突然消失了。狱方对李宝玉失踪事件进行了调查。 李宝玉并没有带走任何东西，况且他还有一年就服刑期满了。按照常理，犯人在这个时候没有特殊理由是不会逃跑的。虽然存在着很多疑点，因找不到其他证据，事情最终仍以李宝玉逃脱定案。李宝玉因何失踪？最清楚底细的人莫过于白宝山。大约在一周之前，李白二人发生了争吵。 李宝玉打了白宝山一拳，白宝山没有还手。李宝玉说：“是爷们儿，你也犯把脾气给，给给咱瞧瞧，别净给北京人丢脸。”白宝山说：“行，你等着，这几天我就犯犯脾气给你看。”事情不了了之了。李宝玉认为白宝山不过是说说而已，他犯脾气还能犯到哪儿去？白宝山第二天就着手准备，他一声不吭。 背着人在牛棚后挖了一个长宽各一米、深约两米的土坑，然后把两百元钱塞到牛棚的墙缝里。复克军放牛去了，白宝山找来李宝玉，说：“我的钱藏在牛棚里，抠不出来了，你帮帮我，我弄出来我请客。”李宝玉认为这是白宝山在讨好自己，就跟白宝山走进了牛棚。他问：“钱在哪儿呢？” 白宝山指了指墙缝，李宝玉低头往里瞅，钱卷成了一卷，果然在墙缝里，用手指是抠不出来的。他找了半截铁丝儿，弯了个钩，猫着腰帮白宝山勾钱。这时，白宝山站在他的身后，摸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铁锤子，对准李宝玉的后脑就是一下。李宝玉翻翻白眼儿，一声不吭地栽倒在地。 白宝山抡起铁锤，对准李宝玉的头部，连续又打了四五下。白宝山看准李宝玉被打死了，就把他的尸体扛出牛棚，扔进事先挖好的土坑里。土坑边上放着一把铁锹，三下五除二，没用半个小时就把李宝玉的尸体埋好了。一切收拾停当，白宝山坐在牛棚外晒太阳。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距离李宝玉失踪仅半年，另一个与李宝玉一起放牛的付克军再次失踪，这次引起了中队的警觉和重视。当时在牛房放牛的共有四人：白宝山、付克军、秦百川和田守水，四人全是北京调犯。三月二十日晚上九点钟，秦百川和田守水就回监号了，他俩不是外宿犯。当夜。 在牛房住的只有白宝山和付克军两个人。二十一日早晨，秦百川来牛房干活，没看见付克军。他问白宝山，白宝山说：“付克军去团场送牛奶了。”中午，付克军没有回来，但谁也没意识到付克军会失踪。这天白天，秦百川发现付克军的被子、褥子、枕头都不见了，问白宝山，白宝山说。 傅克军走时都带走了，秦百川起了疑心。他想，傅克军去送牛奶、带被子、枕头干什么？田守水也是一大早就过来了，他去打扫牛棚，发现牛棚已经收拾干净，地上还洒了水。白天，监狱的焦中队长过来了一次，谈今年承包的事儿。因傅克军不在，田守水说，等克军回来，大家商量商量再定。 到了晚上八点，仍没等到傅克军、田守水和秦百川一同回到了监号。到了二十二日晚上，白宝山才向中队报告，傅克军自二十一日早晨外出，至今未归。晚上十一点，监狱的卫中队长、焦中队长带领武警把白宝山、秦百川、田守水三人收监，说：“傅克军跑了，中队要对你们进行审查。” 当晚，魏中队长安排另一名姓唐的犯人住进牛房。夜里，唐某躺在付克军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有什么气味刺激他。他伸手在土墙上抹了一把，觉得腥乎乎的。打开灯辨认了一番，发现墙上有许多喷射状的污点，像是血迹。再仔细检查，在房子的顶棚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污点。他吓坏了，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就向中队做了报告。